位于广西桂林的龙脊梯田，又叫做龙胜梯田，是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，亦都是少数能够保存原始生态的旅游景点。相连有壮族和瑶族两个少数民族村寨，壮丽景色之外，当地的特产龙脊四宝同样享负盛名。龙脊茶叶是中国28大名茶之一，在没有污染的环境下生长，是天然有机的上等茶叶。龙脊辣椒以颜色鲜艳、入口子小而闻名，香糯米香气浓郁，有一家蒸糯全村香的说法。由香糯米酿造的水酒芳醇爽口，是只有在龙脊才能够品尝到的美酒。迷人自然国度，见证保育成果。 ourchinastory.com 全新感受当代中国。